你会担心变老这件事？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啊，我觉得也要合理化，因为我现在有点不太合理。对，所以目前有开车或者是有啊有啊有有，都已经开车了。我们换一个话题。49岁林志颖自认童颜不合理，车祸两年早就开车了。50岁的不老男神林志颖过分童颜的像17岁，两年前他发生严重车祸，目前已经恢复80%。我原本就是可能就靠自己，大家知道可能爬墙嘛，就是手爬墙，做自己要去压，因为有时候会就是会粘黏关节粘黏，那变得自己的力量。我记得去拼展集成到这里啊，记得那就做一些表演，每个人都是举到这里，那我现在至少可以到这里，但我的目标是说还可以再上，然后至少到这里。现在就是要稍微撑一下这一块的肌肉，还在强化。重回赛车场，练车可以做任何事情。我想现在就是会跟过去不一样吧，因为毕竟经历一些风雨，我想各种事情不能有着一个，譬如说侥幸的心态。我想对任何事情会比以前更加的严谨。就是如果有机会去练车啊，我是说如果赛车就不比赛。对于我来讲，大家也知道我最爱的就是赛车，跟车有关。那如果说把我最喜欢的一个爱好跟元素什么抽掉的话，那我自己可能会更加的伤心。天里没有意见，应该很难阻止吧。如果说有一个人他就很喜欢弹吉他，你因为一些状况可能你不让他弹，那我觉得他可能生命中缺少了一个某一部分。目前有开车或者是有啊有有有都已经开车了。我们换一个话题。希望我下次一定可以取到100%。如果可以6块级，没有啦，这个变得乱讲。